What?不敢动，在后面一动的话可能会怕被侵扰，这样的话会不会不动，然后刚好我取消了，取消了，哇，这一波卡萨如果上的话会出大事的，是这波上的话感觉必死，看谁能反制雷达，哎，有机会来了，被他等到了，哎，看到一个人有惊喜，但这个血量马哥有点危险啊，直接一个闪顶上来之后，马哥交闪这个位置再亮起一个 TP， 卡萨被打出了一血，这一波的蹲入完全出了价值，但是这一波收获了很大的一个价值，但是上单同时亮起了一个 TP， 天使先把自己的无敌给交掉了，时间点不是很好，走不掉啊，还有一下大招提升伤害怎么差了一点，不过他在往前一步，前面聊到的对付伊利猫咪的最佳解越他塔，而且没有 TP， 哇，这波其实下路两个人感觉已经必死了，嗯，想要反向逃跑来不及，踢出塔外，然后再粘上去一个 Q2， 我 EZ 还在拉距离，但是完全规避不掉。猫咪下车之后也是弱小无助，害怕孤单，遭到击杀。对的，对，因为这把上路只要稳住就行了。哎，这个打掉了之后赶紧捡了，只是想要拿眼镜而已，因为被天使这样一套一套的输出还是有点遭不住的。因为这一把其实跟上一把我们看的那个老干爹打 DMO 其实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一直在围绕这个 EZ 优米做事。Oh my god， 这里。直接一波的过墙硬打，雷哥在大招，虽然拉了一个灯笼，但是千里追杀，锤石又勾到了一下，但是已经没有伤害能力了。就怕我们现在就是主动打架呀。这个挖掘机猫咪又来了，非常的阴险，闪现一顶没有顶到，但是他大招规避掉了禁军之墙，再 A 一下 ，EZ 一个大招刮到，而且最后一下塔的攻击并没有朝着卡萨而去，抢龙为目的去。其实好像还是有打的想法，因为哎，但这里奈特被看到了，马哥控刀，他很灵活，这位置感觉往后拉，沙皇又上来一个侠阵，被推出侠阵外，用第一段大招拉一点距离，交闪现规避盲僧的追击，但还有第二段大招能跑掉吗？下一个一技能好了没有？被 Hacker 闪现跟上了一个 Q shut down。哇，尽量先把大龙的视野做好。来，这波逮到了科尔斯虚弱，给上魔剑装开起来，逼出一个闪，逼掉闪现，逼掉天使大招。但是 OMG 外面开打了，浩博已经意识到了，打的速度不是很快，大招刮过来，但是奥恩还在拉位置。OMG 这边已经开始去动了，先把龙拉出来，四面八方的一个包夹。这个位置金属弹幕先刮一下，但只刮到了辅助，让羊叫出来。这个位置二段羊只叫到一个天使，效果很差。阿水这个位置输入环境还不错，找的阿水的位置去拉扯，位置非常好，慢慢消耗。现在扣子这边血量有点低啊，我又是个 WQ， 这个 WQ 好痛。一上来之后，魔点重伤又是开起来，这边还在逼，是一个空大。不过天使的位置被逼得很偏，而且天使没有闪现，现在慢慢的想要走回去。感觉滔博哎来了，想回原踢一脚踢回阿水，阿水直接被秒。哇，这一波非常成功，沙皇再一个大招顶出去，然后星辉夜灵砸下来，星辉夜灵的效果比较一般，但是 OMG 击退了，击杀掉了阿水之后，可以顺利的拿下水龙魂。那这水龙魂只能看卡萨看能抢了。不过奈特还有一个大招，奈特要怎么处理？奈特进场之后，哇塞，这什么四个人同时遭到击飞，这一下有点关键。沙皇先被击杀掉了，阿卡丽第二段的进场，但是阿卡丽进场的瞬间被秒了。OMG 还是获得了团战的胜利，把猫咪也处理掉，打出了一个滔博的团灭。想探一手，主要刚才那波三六九的羊，包括所以说 DC 遇到这种局势压力很大。来看一下 Hacker 这波神来一脚。神来一脚飞上去，哇，精湛的一个阿闪瞬间秒杀，给 EZ 挣扎的空间都没留。就是这波虽然低神进场很完美，但毕竟是四打五，输出还是差了一点。阿卡丽努力了一把，然后二度进场是被精准的狙杀掉，这真的没。
各种挫折，但是我觉得今天是久旱逢甘霖，触底反弹吧。嗯，请他们消耗一下，但是现在看到已经耗不动了，水龙配合天使的奶打不动伤害。就你开谁天使都是一个大招给上，都是一个无敌啊！你阿卡丽的就上来一脚，这边踢的是一个阿卡丽，塔克在残血的状况下，天使的大招套上去消耗掉了，背后虽然有个沙皇的塔，阿卡丽进场打了一套以后，瞬间的就被回头的 OMG 给收掉，那这样应该是能推一波。是的，雷博再度逼上高地，锤石出钩没有勾到，来上来又是一个一技能逼出了一个闪现，不错。三刀还是比较肉的，硬顶住了呀！顶住之后，一类伤害是还是有点高的。但是好像这又同时开两刀了，没必要同时开两个。OMG 经典双龙，必杀技。另一边，另一边别打，看着来了，两个人一起打，别打，看着就行。另一边左右开弓，大龙有了，大龙有了，这波可以的。但是上面这边的话，马哥稍微被逮了一下，交闪现规避魔脸中章的一个控制，成功规避了，没有被滔博找到机会。这波 OMG 白拿一条大龙，很赚。这波滔博，但这波有没有拼惩戒的机会？奥恩上来，但是被锤石勾了一下，这个位置感觉有点扛不住，可能要卖了。卖了，已经卖了。下面的大远古龙只打了一半左右的血 ，EZ 也只能且战且走了。来看留下一行上去给点压力，嗯，看一下三六九是否出招。雷波叫羊了，第一段撞到四个人，第二段撞到两个人，但输出好像是没有跟上的，第一时间打到二飞流斯，但天使其实套了一个大招，魔炼中章的控制效果打出来了，结果司马老贼已经遭到第一波的击杀，沙皇赶紧立一个塔挡住这个二塔的位置，不让滔博继续来突进，但是卡萨已经绕到了背后，卡萨还在寻找机会，太阳圆盘血下得很快，中路这个兵线已经是很差了，这波滔博如果再不开的话感觉要回去了。卡萨这时候挖了一个地道出来，蓝城剑扯了一下，然后把锤石给顶了起来，但第一波伤害似乎是不想打在锤石上面，锤石现在躲后来替队友挡一下伤害，但是迅速的小五立刻被阿水给收掉了。现在滔博还在继续的追击，有阿水又拿下一个三杀，天使那边还有闪现，感觉闪现过强，赶紧跑，给自己加速。但是要被奥数跃迁跟上来了，还有一个墨鱼飞弹再减速到沙皇，赶紧一个 Q 一再拉一点距离。对吧？但是 TP 要偷加了，但是有阿卡丽啊，滔博这边也双 P， 这个 TP 感觉是来送的。不过阿卡丽没有大招可以尝试操作，但是天使是没闪的呀，这位置天使一个人踢过来啊。天使虽然 A 了两三下，但是一打二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，能够偷拆一下门牙已经是极限的，把左边的门牙给拆掉了。阿卡丽再保持了一段距离，哎，天使还在走位，把奥恩的大招给消耗掉了。奥恩顶起来，阿卡丽上前打出这一波的小挡，感觉 OM 还可 Q 了一下 ，Q 到拼惩戒了呀，拼惩戒了呀，都是失误局。看一下，直接来了，没有拼到，赶紧天使给一个无敌，再拉灯笼上来，奥恩回头了一撞，撞上去了，但是阿卡丽却没有能够把握到这个进场的时机。队友离太，我就把尤米出了个 GLP 八百，还在看谁。我想说，对啊，你刚才一喊 GLP 八百，我想说谁啊？哎，被勾了，阿水接 Q 了，这位置阿水一滴血被奶上来了，还没有倒，竟然可以强行奶活吗？三六九上去帮阿水撤退，感觉要被流了。天使这位置三六九倒了，雷哥在闪现上去也是送掉人头。阿水虽然把血量回上来了，还能往回拉一点。马哥拉了一个清辉夜灵，是完全空大的一个状态。但是 OMG 显然成活的人数是 OMG 有水龙，你有阿水，我有水龙，我也不削，看谁水更多一点。但是阿水这个时候还在打拉扯。主要是打一点，海尔还在后面回旋踢，非常想要本场比赛的 MVP 啊！哇，这一加一减速，相对运动，哇，直接可以硬上高地了呀！阿水弹幕，这个弹幕刷上来，刷到一点点伤害，但立刻就抓了起来，直接打了，速度非常非常快，卡萨没有机会放掉，滔博这边也没什么办法。嗯，卡萨这边没有闪现很危险，看一下要被流了，伤害有点爆炸，而且现在还有水，还有一个远古龙的一个效果。嗯，艾卡没有选择，阿水这个位置被 Q 到了，很紧张。
被闪现，但是没有被开到，闪的速度非常快。猫咪一个魔力冲刀反开，那天使立刻给掉一个大招，奥恩大招想要压起身，但是被 Hacker 给闪现给躲掉了。但是队伍落在最后面的小五是吃了相当多的伤害，沙皇上前把人全部都给推开。推开是什么意思？反正这一波没有打到追击的伤害，Icon 自己的血量非常的低，这时候卡塔在背后看着，但是因为正面的输出是赢很多的 ，OMG 依旧是继续往前突进，奥恩应该扛不住这波伤害。天使打出了一个双杀啊，所以带着猫咪还在侧边想要继续的来输出。 但是已经拦不住 OMG 向前推进 ，OMG 终于要终结比赛，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。哇，45分钟的一个鏖战，这把说实话有点激烈，确实可以。那我们还是喊出那句好了，恭喜 OMG 啊，拿下第一场小局，我觉得这把真的不容易啊。